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特别早出门，很久没有出场了，上次是 BD4X， 这次带大家去又是台中。哦，之前都跑高雄哦，连续跑两次高雄。好好，这次去台中，哦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很快就拍完，因为不太想出门。就是台中了，然后来雇一台宾士车，客人今天也赶时间，所以我们会雇得比较快一点，所以今天的片场大概三分钟结束了。好，就真的买票，坐高铁都没拍，在睡觉。好，下车开场，雇完车把客人载回去就结束了，这片就没了。没有，我已经想好要大家带去吃什么，不会再肉圆了。另外一个台中名产，我也很久没有吃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大家带去吃那个。好，我们先去雇车的时候。嗨，你好，终于见面了。我现在已经很少出动了嘞，我都叫柯P跟泰斯他们去。其实我昨天要买一台呢，一样的。我看你上次收有一台开100多的，对，那个那台里程很低。其实你的里程对我来说有点高，我昨天买的跟你一样年份，然后是灰色的，跑90000多，所以差不多啦。这个车比较常买。啊，你买多久啊？我这台我自己开2年不到半，那也有一段时间了。然后是在台中的车行买的，不是亲朋好友的。哦，亲朋好友，所以车况你应该有掌握，还不错。那车借我看一下喽。哇，阿呆，你看人家的下巴多有风格，这算什么花纹？大理石，我不知道。这个 CLS， 对啊，2012年平板方向盘，再是 AMG 的。哦，他有花一些钱哦，他跟我说排气管是不是？你有阀门？你要不要示范一下给我看怎么用？现在是有开来关的，现在是开的。它只有改中尾，还蛮小声的，还蛮小声的。哦哦，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大声的。哎、欸，不错啊，关掉。哦，看到没有？不错，哎、欸，这个蛮好听的。哦，这个好听，这个好听。还好不是那个路上现在的那种面路那种，很难够跟它跑起。好，看一下车，我先把它熄火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那时候有拍这台车有没有？我不是分数给它很高，白色那台吗？白色那台啊，对啊，我很喜欢这台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比现在那个什么 CLA 那个算长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开起来真的差很多。我昨天真的才买一台，今天要买，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说，哎、欸、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买过一台了，这台算便宜。哎、欸，这个螺丝白白的，对啊，你看这边没有白，对不对？后面这边没有拆啊，太神奇了，怎么这样？左边的胶按起来跟右边的胶不太一样，坏，考试了啊！考试时间到了，我去看另外一边。因为哦，你看宾士的车啊，它这种开关门的这个铰链啊，有声音有没有？就很奇怪，因为它应该是很耐用的东西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种车啊，一旦要烤漆，一定都做很漂亮。这么热，我本来没有想要花那么多时间的。你有没有烤过漆啊？在你手上的时候就是前后保感嘛。前后保感。叶子板是因为他说人家撞到前保感，所以有漏掉。你看到这边螺丝有生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右边两边都有。对，右边两边都有。我真的本来没那么专心在看这种车的。你拍这边也有啊，这里。另外一边没有生锈。另外一边没生锈，可是我觉得另外一边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漆喷的有点亮啊。你看这边漆比那边亮很多。反而不是生锈的那边奇怪，反而是没生锈这边太漂亮，觉得有点怪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对，应该是那一边。你看哦，它这边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条线嘛。好，我们去看另外一边哦，记得哦，记得它样子。它这边一条，这边有个胶，刚那边没有，而且这胶是软的，我觉得是这两个门，这两个门应该是有换过皮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做结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叶子板我要再看一下了，靠腰啊，增加我的难度呢。哇，哎、欸，你这整个都有撞过哎！你看这边，这个全部都是，这是后来夹钣金的痕迹啊，所以这应该这一侧之前应该都有撞过。Oh my god！ 阿呆，你如果从这边侧面拍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这线它不是直的嘛？有没有？哇，这个价钱上面可能会有落差。哇，阿呆怎么办？今天来喝两的。哎、欸，如果我坦白讲，如果照后面这个状况哦，不是硬要跟你乱扣钱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检查这东西，要不然我们就不用那边着急走啊。所以我先问你啊，如果价钱上面你觉得可以瞧一下吗？啊，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想要卖我们原本的那个价格？不然，小时跟你说。没有啦，因为我其实
其实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自己有习惯都会记车子的东西，所以在我手上如果说有擦撞过什么，其实我知道，哎、欸，我不会说是你，因为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你也是跟人家接触，哦，你也第三的哦，搞不好前一个人也不知道会不会？对对对，前一个就是叔叔啦，叔叔搞不好去买二手的吗？他是对，是借别人二手的啊。哦，如果我觉得如果你。叔叔是买新车，那真的就有点奇怪了。他如果没跟你讲的话，但是你说叔叔如果他也是买二手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合理的。对，尤其当初你想想看哦，他第一手买的时候，这个车还很贵的时候，104年的时候是6年前呢，这恰克人爱过冷爸爸呢，所以越贵的车才会有人刻意的去把它很认真的弄得让你很难判别。因为换过板件的车啊，它里面的那个板子会是黑的，可是问题是它是又是黑色的车，所以又更难看得出来。你如果这车是白的，判别就很容易。而且我觉得你的车维持的还不错，然后你跟我说里程，我记得13万，对不对？你接手的时候多少？11万吧。哦、所以你也一年开1万左右，其实你也开不多。哦，我看一下内装。内装就这个包过，然后隔热纸换过，喇叭可以支撑掉。啊，这车已经那么安静了，你还去做隔音？你是有我爱安静。那个时候，它原厂的那个喇叭环保材质的嘛，啊，破皮啊。对啊，然后他就去音响店听一听，就真的觉得还不错。换喇叭，顺便隔音，顺便。对，那时候都拆了，我想说，好啊，那就换。我觉得如果以这两个门，再加上后面的那个屁股的那个状况啊，我觉得应该会在75万。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而且哇，这边有一个烟疤，不过车内是没有。你是弄得还不错，你弄得没有烟味啊？我不会在常抽烟了、啊。闻得出来吗？闻得出来。对啊。哇，这方向机也快不行，因为正常宾士的车方向盘一定不会这样，就动一下哦。没关系。对啊，你这方向盘太松了，你看，你可能看不注意这个、啊，反正还能转，没有被锁起来，你都觉得是正常。好了，看你觉得啦，因为这个也是刚才看到的、啊，我本来打算说，刚稍微看一下，如果板件没有这些问题的话，我80万也留给你接，因为我觉得你顾得还不错。那我回去，我们老车本来回去是要花一点钱，这个回去我一定是卖90几，我拼命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，应该卖到100出，我觉得100上下我觉得应该 OK。去年白色那时候可以，但是今年12年的有一点点小困难，因为最近宾士的车有稍微掉价，那些什么 CLA 那些都变比较便宜了。那但你这不是 CLA 啦，我的意思是说整个那个市场的那个价钱是会一直退啊。我这嘛没让阿你好难啊，你弄我都看我网站，我等你来开霸你，你来给他推钱。不会啦，我真的很直接啦，我们该赚的是这样子啦。那因为现在有一点点的这个状况，我先跟你假设，我为什么跟你讲75这个价钱，我们影片也拍出来，下一个人也会知道这个状况。那当然站在我的立场，我也要觉得说这个回来我风险不那么高，对啊，我再买嘛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，没有所谓的哦，开钱也太多，还是、哦、我卖你的，我顾客我较厉害，我觉得这样大家压力太大。啊，这75万，提供假设我们影片出来，我们就跟人家讲这个状况。我整理完，我也是差不多80万，因为光这个方向机可能就3-4万跑不掉了。那我也不卖掉，我还是会开在90，只是不能开到90的尾巴了，我只能开到90出头，大概就这样。好了，啊、你想法怎样？不然小石哥这样，因为我、嗯、其实原本心中就没有想说你应该会80买，原因是我、啊、因为我当初 message 你的时候，我就有说前后有撞过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對對對對，其实前、啊、我跟你讲哈，我那时候是想说你大概会扣个1-2万块左右。没有，前后保险杆我不会扣钱。我坦白话讲，车子换前后保真的没差，因为保险杆它当初设计是软的，它就是要给你去回去 A 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保险杆那个我反而不会给你扣钱。而且当初我是看你改车不是那种阿跑啊一种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你改的东西是重点，是加分的。所以我其实我来没有打算要扣钱。你除非你真的外表有一些外国泥料哎，我可能啊哈那这卤丢我。等他等他做餐还是什么、哦、啊我坦白讲，你看我从头到烟疤我也不会跟你扣钱，因为我觉得就两个阿伯阿斗一样，我为了这一点我要换扶手又要换门板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老车来讲这个部分你照顾的是漂亮的。那这个5万块是真的是在板件上面，黑金阿伯阿斗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每人抽了3根烟之后就已孤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烟还是最好的这个促进情感交流的工具。这下次没有酒，我跟你讲，没得你妈，我来讲，好不好？啊，写合约处理了。好了，孤了，已孤了，杨枝甘露也喝。哦，阿蛋渴呢哈。
滚完了看哦，啥类管？我要带你去吃一个更热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台中人的早餐下午茶大面羹，没听过吗？你有听过大面羹？我有听过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不知道什么啊？我今天又带他带出来开眼界了。我是很认真的在想，这次要来台中，我就知道这个收车应该是会还蛮快的，所以带大家去体验一下。以前我们早上阿公都会买好几包回来，然后倒在大锅子里，然后谁起床了 就吃这样。而且那个大面羹要加辣椒酱，东泉辣椒酱。什么东西都加东泉啊？对。大面羹是面线吗？它长得有点像乌龙面。等一下带你去吃就知道了，好，走吧。看到没有？这间就是猪的周边，然后它这间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有卖水晶饺。水晶饺是一般比较少这种店会卖的，它这边的水晶饺也是蛮有名的，所以来的人都会吃大面羹加水晶饺。你刚刚看到大面羹本人了吗？还没有。刚刚是有看照片，等他送来你就知道了。他的辣椒酱准备开吃了，等他送来。给老板哈，见面自己要。我来推，好，多谢啊。这就大面羹，有没有很像乌龙面？这像咖喱汤面。对啊，可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是它这个面啊，会有一个那个碱味，碱重那个碱。我来吃看看这样的碱味，我好久没吃了，我应该有20年没有吃这个东西。啊，有，我现在已经有闻到一个碱的味道。酱都倒齐了。哦，多谢阿力。谢谢。水晶饺。还好还好。闻起来有。闻起来有，吃起来一点点。啊，我们那里一定要放韭菜、菜脯，还有那个培碧。好，阿蛋你吃看看好不好吃？这个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口味，怀念的味道。先拌一拌，对不对？拌啊，然后再看要不要加这个。哇，哇，哎。可是它这个吃起来没有乌龙面那么 Q 哦，是软软的。阿黛，你吃这个面跟观众讲一下口感，快点来。软软的，烂烂的。嗯，就是你一直把我要讲话讲完了，有点像很软的面疙瘩，我觉得有碱味啊。有啊、哦。嗯，我吃还好。然后就是菜脯的味道、胡椒的味道，嗯，尬在一起。你应该这一辈第一次吃吧？对啊。对啊，你要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，我觉得这个就很特别。好，我来吃水晶饺，看一下辣椒。嗯，哦，有点 Q， 手放的水晶饺，哎，刚刚我看他那边在包。好了，好，吃了吃了吃了，赞。哎，我直接领哦，好吧，我就是要领，这都是要领，好不好？好，吃饱。完食了，吃起来心得怎样？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哦。其实我觉得碱味可以再重一点，可以再重一点。对啊，你喜欢碱味？我喜欢碱味啊。看这变态，我从来都不吃碱重。为什么？软软的很恶心啊！你吃碱重，你就干脆去吃麻吉就好了。你干嘛吃碱重？因为碱重有碱味啊。看好变态，怎么会很喜欢吃碱味？我第一次听到呢。一般人不喜欢吃，都是因为有碱味不喜欢吃。是啊。我第一次听到有喜欢吃碱味的。也是莫名其妙，一定有人跟我一样。你什么鬼东西呀、啊？好了，还不错啦，就是这吃个下午茶或吃个早餐，简单配个小菜这样，这是台中中部名产，好不好？跟这个还没吃过的人分享。那、啊、我觉得东西试过以后，还会不会有兴趣吃，就你们自己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像我是觉得吃起来就是只有回忆的味道。我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吃这个，因为东西我喜欢吃 Q 的，好吧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介绍这个柳川三代大面跟水晶饺。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买伴手礼，回台北了，走。那我可以请教一下，这个汤是什么汤底啊？其实每一家都不太一样，我们是用大骨汤而已。哦，主要是啊，它为什么会有一点黄黄的呢？对，主要是它面皮的关系。哦，对，像类似面粉的那个颜色的意思。对。哦，哎、欸，原来它都会这个颜色，因为我看大面羹都这个颜色，我想说为什么都会这个颜色？我觉得以为是咖喱。哎，对 对，刚送上来，他没吃过，没吃过，以为是咖喱。他以为是咖喱，那个应该不是碱的颜色吧？是面粉的颜色，是面粉的颜色。碱没有颜色哦，碱是没有颜色。碱的用意是让它面再膨胀。哦，再更膨胀。对。哦，我以为是要让它 Q 一点，哦，是要让它更膨胀啊。嗯，让它更膨胀。好，谢谢，很好吃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快到台北了，相信。5:39塞车，吃也吃了，车也买了。这台车我非常喜欢，
为什么呢？然后他都没有讲为什么，他讲跟影片完全没关系的。对，好吧，推荐给你，民所愿望，没修干梦。你知道这个台志远的歌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好啦，它的很好开，确实这个车况车主照顾的不错。那沿路下来，基本上就前面轮子也如他讲的有点变形的声音，他有说他后面两个换新的，前面还没换哦。然后整个温度也都很稳定的，既冷到靠背、啊，真的很安静呐、啊，比阿呆的 S 300安静多了。有吗？哎，跟我呛 S 300安静，人家已经顶级车款了，又做隔音。真的蛮安静的啦，然后它隔热纸也翻新过，所以我觉得它隔热纸应该也贴得很好，所以它冷气才会那么冷，它隔热效果超好。不然今天这种天气有没有？它怎么可能上车没多久就凉了呢？哦，对，而且我们的饮料也还是冰的。对，它凉超快的，这个隔热纸应该是花蛮多钱的了。好，今天也跟大家介绍台中的名产。那这个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下次我们再继续拍收车影片，再跟大家介绍更多的美食。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. Giant Lee。风霸感应是高压清洗机，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霸买了不怕被算盘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什么情况？头家讲看起来怪怪啊，头家看起来怪怪啊，你叫人来我来看一下啊，随便几啊，迄几个人拢怪哦，几个人怪，你讲对个，车怪怪啊，车怪怪啊，伊讲我是几个人怪怪，我唔是医生讲。左边，你别讲是吧？啊，不要，不要跟你讲哈，你自己看。左边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啊。好了，我去看一下了，还可以啊，没怎样啊，外表看不出来啊，表示他有做也是很用心哦、啊。外表看完了哈、啊，等一下先检查引擎室哦。头家讲这台难度很高啊。封闭的嘛，很高，耶，光弯嘞，光弯，对吧？哎，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啊，我去到车顶看，规个螺丝插拢无个，没有，还有这一颗，这一颗，真的，三颗都不见了。哎，这样啦，你看，这是啊，烧掉，昏触掉，昏哦，这个胶是最难看的，看不出来啊，因为这个螺丝。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它最 底下是白的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吗？最底下是白，靠北边走啊，有没有？怎么了？因为它这一台有做过隔音，做隔音不行，做过隔音我就看不到里面了、啊。如果真的看不出来，就是要靠仪器耶。后面没有贴，前面有贴，为什么？你看，就啰嗦的，你看拢看不了了，啊，什么物件拢看不了了。我准看得到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没有，别别，哇，我就准。要查，开山这边就是要注意看的，你看，比较简单啦，你就自己初学者来看这样。你刚刚这边它这一边，你不是觉得这种突然变黑了？后面已经有反过来，你这样照这边，这个啊，对，这猫鬼，要卡鬼啊，哇，哎呀，就卡鬼啊，哇，还要不要有卡鬼嘛？再來就是很简单的，开山，你用手哈，用手这样侧着这样摸这一条。这样摸过来，你就觉得它凹凸不平了，是在直向一直摸过来，对，凹凸不平，所以后面一定会被顶啊，顶多大力？来，各位观众，正要看而已。结果嘞，结果了，等你看啊，哎，叫我办，你知道哦？对，我就感觉后边有撞到啊，后边帮干哪？我会看到后边帮啊，阿边啊嘞，后边弯嘞，看不到。我重点是两边门啊啦。好啦，后边你知道啊？真挂弯干哪？怪怪的。真假的啦，真挂我不看。好了，我看门啊，好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这船是有船的。但是我还讲哦，遐虽然有船对无，遐高啊是硬的哦。啊，这边看起来无像，这边高是软的。很神奇哦，这边高是软的哦。这边楼梯就水的哦。可是看起来，如果转了，粪叉应该蛮偏的。但是看起来，啊，看到那边弯啊。你感觉是那边的对吧？对啊。我讲感觉两边无同啊。这是金城吗？我看到金城。好啊，我要来提我的秘密武器啊！175码呀，162码呀，190，205，这把扣过啊，197，啊那边较少呢，对吧？门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较少，这无扣啊。啊！直接过过。你若唔讲这换过，哈哈哈！换过较低啊，系啊，一二一尔，这换过较低啊。哦，这毛过过出来了，200多嘞，200多是一定过过。系啊，这毛过过出来200多，好，他另外一边，哦挂。哦，
哦，这块就有跟瓦滚，对吧？嗯。久啊。这轮到这，赶快。对啊。差不多吧，因为上面应该会比较厚一点。有啊，190。啊，到底是像瓦滚？到底啊，大滚都唔知。要好好讲一下哦。两百了，两百了。他连仪器打都乱跳，都这么复杂。我跟柯P是不一样的看法。我以前干嘛这边怪的？但是柯P是觉得那两边怪怪的啊，我是觉得这两片怪怪的。你是不会去转啊？我的感觉就是，这因为欲盖弥彰，所以本来较水。电脑那边你讲有调整板口，才会让你看到新鲜。我的感觉是，因为我感觉伊这内底超够金的，你看。95、91。啊，你边你那边？有啊，你边哈，这是85。八，97啊。97。88差不多。啊，这边呢？109，看嘛差嘛，刚好差就这，97跟109刚好差就这，嘛还好。我85啊，啊，刚好可能是弯来的哈，弯来不过差照可能较高啊。可是无差就免准这啊。跳落来喷出来，敢不是？哎，跳出这，无人来做吧。而且你看哦，阿哥你看哦，伊只这条，伊这条无八股啊，那边的只有八股啊。八股啊，啊，就是有一边袂记你八嘛。啊，这一边啊。啊，我嘛在老细看有贴啊，但是就是，反正哦，我在买的时候我就想横竖一定就是两个门呐、啊，先扣两个门再。对啊，反正两个门两边不一样嘛，一定有一边有问题。我把另外叫钩啊，另外吧。有啊，对吗？叫几条钩啊，另外。刚刚那边没有这个防水胶，那边这边有。拍摄，我另外一台高级啊，我拿。我还讲，我有搁买一台。为了要证实这台。为了要证实这台车没有啦，我怎么买啊？他估计不下，今天弄多少税？对，因为这当初新车400万的车哦，有什么状况会花时间去修饰，所以就会增加判断的难度。基本上柯P看的这个跟后面那个我都是有看到的，但是就是主要是门、啊、门这四个门的其中有一侧就是觉得怪怪，一定有问题。但是你安尼拍起，你有感觉有可能拢无弯无？还是你感觉一定有弯？但是左右应该赶快呐。左右像你讲的，左右胶有打，应该左右吧一样。所以明天等我再买那台来看看有没有那条胶就知道了。因为这样讲，你讲欲盖弥彰嘛，啊，不如那边的用我水两边弄不在一起啊。搞不好不敢换啊。哦，因为这树脂打出来，其实感觉也不像换过的树脂。200多是刚碰擦的。对啊，200多不像，因为换过的树脂是要偏低的，对吧？这也很正常啊，122也很正常啊。那190几就是看起来像是有补土板卡啊，122跟车顶又很相近，真的蛮奇怪的。有没有？你看112很也12下面12也很正常啊。对啊，这大概就是。对啊，车顶就是啊，连车顶都走鬼。问你，越来越高啊，越来越高啊，就神奇耶，这台车其实蛮神奇。我是刚刚应该是这边。往上门啊吗？哦，你板修不上去准啊，可是它是多来这拢搞的高隔音棉。看不到吗？对，大家用树脂都怕鬼波啊！我太阳底下哦，我看有够久的，我从来没有出去看车看那么久，这真的有困难。这种高级车啊，经过修饰真的是很累。你应该是调整版修吧？足紧的，我看是第一拍位就足紧的。对啊，你来看这台换伊的树脂嘛足管的呢。对啊，300多呢，换怎么会喷那么厚？拢300贵的。对啊，因为正常一般换了新的来再上漆应该会薄薄的。他是买原厂的再上去。好，这片是换过的了，然后后面有被追撞，那现在就剩下两侧，好吧，明天就揭晓了。等明天样本来比较一下，对照组再比较一下，我们再确认答案是什么。耶、yeah, 欸，你看，为着要看啊，那台玩烂无，咱都去买一台来看嘛。是啊，哎，来，谁来看啊？所以那一天有转螺丝的是没有胶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都没有，螺丝没有转的。你看这里，因为那边比较不好看。你看螺丝没有转，嗯，啊，这边也没有转，嗯，哦，就是看起来是 OK 的。对，来，有没有？有钩啊，有钩啊，你看这边有钩啊，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钩啊，这有怕啊。看一边不准，我们看另外一边。啊呵，有啦，我看到这条，哈，有啦哈。啊，对啊，这边有胶。有啊，有打，这都打，可是，原厂也打得很丑哎哈。所以正常来讲。有转那个换掉啊，嗯，我印象中是右边没错了，反正就是把螺丝的换，他说欲盖弥彰啊，把它转了完再喷，啊，为什么不通知？他说两件事是分开的，我说那么可怜，被走了做的碎啊，那可能做一半了，啊，对啊，好，所以破解了，我觉得对了，没错了，忘记拿气泵仪来打看看那到底怎么回事。
一边有胶一边没胶，没胶的表示他没有打、啊，没打到啊。对啊，这都有打、啊。好了，验证完成。好、啊，最早我们有看对照组，对对照组。Avia,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